那是什么？那一只是船。它那个船不会害怕吗？还很远，还很远。忍不住惊呼，海面上一大团龙卷左右移动，旁边还有渔船。同样是在小琉球，落日亭也可见水龙卷现身。周三下午，很多民众分享看到水龙卷，海面上还卷起水花，持续十多分钟。空气跟暖空气交汇的这个部分，所以一直有一些比较旺盛的这个流系统在海面上活动，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有可能会诱发就是海面上形成这种龙卷风。专家解释，水龙卷不算少见，只要对流旺盛常能看到，影响多久则得看对流时间。让民众惊呼的还有前气象局长郑明典分享，山屯留下一团冷海水，伴随海中涡旋，不会很快消失，是罕见景象。山屯台风这种在某一个海域滞留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台风，它离开了这个区域之后，就会看到这一块的区域海水的这个温度会特别低。也就是说，台风经过洋面常会翻动海水，移动速度快只会扰动表层，但台风移动速度慢，甚至滞留深层海水温度往下跌，回温也会比较慢。而在国庆这天，郑明典也分享玉山北风国旗飘扬画面，庆祝双十天气好，老天也眷顾，东北季风水气减少，各地多云到晴，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零星雨，午后则是南部和中部山区雷阵雨。未来几天周六水气稍微增多，迎风面短暂雨，中南部山区局部热对流降雨。周日转偏东风，水气也不多，而时续入秋，各地早晚凉冷。周四夜晚清晨低温22到24度，周日白天高温再飙30度，日夜温差大，随时注意天气变化。TVBS 新闻张慧仙台报道。